心经是智慧的经典，自古以来影响中国佛学和禅学至深，是一本最贴近智慧的心语。光碟包括漫谈心经、心经、心经新译、心经游趣一至四，合共35节。光碟全长62分钟，备有中英文字幕选择。工作时工作，休息时休息。从前有一头骡子，它从小就在磨坊挖石磨工作，日复一日，每天绕着石磨兜圈子。有一天，它老得再也挖不动石磨。你工作了一辈子，现在老了，也该退休，不必再工作了。从今天起，你每天就躺在这儿吃草、睡觉，呼吸新鲜空气。可是，这样的日子，骡子活不下去。它每天还是绕着树兜圈子，日复一日。诸君莫笑骡子傻，也许有一天，你也是笨骡之一。不问前生，只问今生。